如果蹦极僵尸可以召唤蹦极僵尸形成这样的一种套娃，那么下面哪些组合能在蹦极逃跑之前打败所有蹦极呢？组合一，全凭戴夫放置的钉耙；组合二，全凭随机轰炸的机枪加农炮；组合三，四列增哥忧郁菇；组合四，全凭的魅惑巨人僵尸；组合五，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叶子保护伞。大家感觉哪些组合能在蹦极逃跑之前打败所有蹦极呢？组合一，组合一挑战失败；组合二，组合二挑战失败；组合三，组合三挑战失败；组合四，组合四挑战失败；组合五。